高龄者健康操。各位朋友，你今仔日敢有运动？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老大人运动操，会当增加你筋肉的耐力，卖当减少跌倒的风险。来来来，准备好你的椅子，上好唔通有垫子哦，要那无倒啊会给你固定。徛咧，甲坐咧做运动操，拢会用达到运动的好处。运动之前，爱找一个双手会当摊开的空间，面对荧幕，找一个稳固的椅子。开始运动之前，要请问各位，你敢有心血管的疾病，或者是胸坎窄窄、头晕目眩，也佮有表格内底所讲到的任何一种情形？假使若有，运动之前爱先问过医生的建议。做运动操的时阵，拢会当按照家己的状况选择徛，也是坐模式。过程当中，咪当随时变化。运动的时阵，咱会当借着改变脚甲手振动的活动度、速度，也佮有坐也是徛的模式，来保持上好的状态。咱会当按照一个家己感觉会较吃力程度的量表，找出上适合家己的运动强度。四分到六分，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中等身体的出力的活动。假使你感觉讲有咧运动，有一点仔忝，有一点仔流汗，或者是有一点仔喘，也是感觉比之前的运动更加困难一点啊，较忝一挂，安尼就是运动上好的状态。无唔对，咱都爱考量家己的能力，专程保持四到六分的测定区，千万唔通勉强哦。Okay, are you ready？热心运动，准备。速开！穿大裤的时阵，咱的脚爱亲像原地踏步同款。四、二、三、四，踏步手往前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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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撒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。双手向头前撒的时阵，手后翘会记一定要伸落地，严格唔通锁死哦。四、二、三、四，大步往顶关上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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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刷来动作是一个节拍，伸一手，速度都要加紧了哦。四、二、三、四，加速手向顶关上。一、两、三、四，手往顶关撑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。他爱打波，四二三四，打波手往前撒。这边咱是倒手甲正手，交替向前撒，手同款来伸落地咯。刷落来是打波洗手掌。一、两、三、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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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四、二、三、四，大步手画白，这个动作就亲像是咧画倒立白。等一下要来锻炼咱心肺的功能，动作的强度会提高点点啊。各位朋友爱加油哦！四、二、三、四，前点手向前撒，头顶爱往前点，手爱向前撒。卡数会当做较高，咱的脚甲手会当试看卖，尽量存落地咯。四、二、三、四，前点弯手后翘，一、两、三、四，压啊零，压啊零。做这个动作的时阵，手后翘都要接近身体。刷落来是脚点边啊，手向边啊，撒撒撒撒撒，二二三四撒，
脚垫边的动作会当训练咱的平衡力，减少跌倒的风险哦。脚步不便，手往垫管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多一脚垫，多一手刹。同脚同手系列，第二步准备。四、二、三、四，边啊垫，边啊刹。刹，刹。撒撒，千万爱的肌力共手共脚，四二三四，边仔点手交叉，交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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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刷下来动作，亲像伸下手，准备。点手扭弓，扭弓扭弓扭弓，咱的脚继续向边啊伸出去，脚底点地，手甲脚爱往同一个方向，向车顶悬做扭弓的动作。四二三四，双手压平，脚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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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二二三四，顶半身平斜，斜斜。四四二二三四，四身手向前伸，脚垫的时阵四身，脚手的时阵手伸好滴。四二三四，三步夹脚头夫，一两三夹五六七。夹二二三夹，夹脚头夫夹的动作会当训练到筋脉力量甲平衡力，减少跌倒的风险。四二三夹，大步穿大腿。做到这，卡叔感觉讲有一点仔忝，后面的动作会当选择坐咧做。一支脚站袂在的人，请先坐咧练习。四二三四，双手夹好平。吼、哦，我做甲拄只遐动作，都开始喘啊呢。安尼真好啊！有看到画面顶悬的星星无？迄代表讲你有运动着哦。后一个动作，手后翘蹦卡头虎。手后翘蹦卡头虎，一手拢卖放。二二三四五六。七八，四二三四，准备拍大腿，一二拍大腿，二二拍大腿。四二三四，连续压卡头舞，拍拍拍拍。准备换边，拍拍拍拍，准备换边。刷落来是弯手后翘压卡头虎，刷落来。动作，我叫伊欢呼拍拍，伸手拍拍，伸手拍拍。这个动作开始足成了欢呼的，各位朋友爱加油加油哦！刷落来，咱要变化欢呼的动作哦。伸手细口拎，伸手细口拎。刷下来是十秒的踏步，也够走较紧的，走较紧的动作会当增加咱心甲肺的功能哦。准备，开始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准备好，就要准备来加速咯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各位朋友，
咱会用选择大步，或者是走较细步的，用你会用接受的速度就好，唔免勉强爱跟着带运动操的老师哦。一日走嘛无问题哦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两、一。哇，大家表现了足好诶！即马准备要尽力，比平常时较紧的速度来走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两、一。假使咱感觉会忝，就应该速度放下慢，或者是坐落来踏步，让咱保持伫上界舒适的运动状态。替咱满满的朋友，咱开始冲，加油！五、四、三、两、一，高龄更加健康，高龄更加健康。哇，大家表现实在是太好啊！好，家己一个破个声鼓嘞，耶！今嘛，咱来调整一下喘气。刷下来这个动作，会当轻轻扶椅啊，或者是摸在壁的，为着防止椅啊出气，上好平伫壁边，慢慢啊进行向下骹屈的动作。拄开始对坐的姿势动作开始，来训练双脚的肌力。过程当中，注意身体要保持稳定。屈来时阵，脚头骨的关节了弯翘，而且袂当超过脚尖头啊。脚床嘛需要向后壁塞，上侪屈到大腿甲头脚平行。慢好屈伤低，减少软骨磨损的风险。这个动作会当增进咱大腿筋脉的力量，减少跌倒的风险哦。刷下来动作，请坐垫的脚脚平会当平的椅子顶面完成，脚床坐伫椅子中。这个动作就参像要做仰卧起坐，吐气的时阵腹肚出力，身体慢慢啊坐起来。舒气的时阵，脚脚平再个平等椅子，双脚莫离开涂脚，身体伸落地，双手莫掀盖，总共都要做八摆。坐下来，身体坐好滴，然后慢慢的仰头向下骹揪起来，然后将头甲身体伸向头前，脚掌平停好滴，头唔好打起来。吐气的时阵，利用咱脚掌平下半部筋脉力量，甲身体慢慢的举起来。同款都要做八摆哦。仰头，选择适合自己弯腰的程度就会用的啊。脚掌平停起来。
过来准备要做牛筋啊哦。牛筋的时阵，尽家己上大的程度，也唔过卖感觉无爽快的范围，并且上少爱停留十秒钟。即马甲双手放伫个耳仔边啊，手后翘尽量向后边，甲咱胸坎的筋肉扭合开。即马手掌心向头前，甲手向两边伸合滴，手骨向后边展开。缩落去，甲手掌心向后边，同款身体爱翘滴，扭筋。即马咱亲像摸一粒球同款，双手一开枕头啊，交叉，胸坎甲腹肚向内面揪起来，脚床唔好翘起来哦，扭开咱后脊片的筋吧。过来，手向顶端伸好滴，搭在耳仔边，身体向另外一边弯。刷下来，身体慢慢来弯向拄啊那边的头前，手尽量向前伸。然后换手，同款向顶面伸好滴，搭在耳仔边，身体慢慢啊向边啊弯。然后身体弯向那边的头前，手尽量向前伸出去。刷下来这个动作，会当按照家己的情况，选择适合的弯腰活动度。拄开始对这个姿势这个动作开始，脚床坐伫椅仔的前半段，脚向头前伸出去，脚床头啊勾起来，让咱把椅仔当平的所在扶掉的，或者是用手持另外一只脚，身体向头前弯，脚床坐对后边去。准备换边，请注意哦，无伸直的脚，脚头夫唔好超过脚尖头啊。徛咧做都要轻扶椅平，做到大腿后面会感觉酸酸安尼就用个呀。身体坐好滴，头尽量接近肩胛头，然后手轻轻啊扶咧头壳顶，手唔好出力压头，轻轻啊出力协助扭筋。十秒钟以后，面向下面，手同款轻轻啊扶伫咧头壳顶。哎，注意哦，阿妈过来帮我轻松。手小可扶咧，帮助活动，准备换边咯。各位朋友，大家拢足厉害哦！运动的过程当中，拢会记哩调整速度、甲动作的程度，互家己保持伫个正定区。运动以后过两天，确实讲啦，感觉讲酸酸，唔免烦恼，这是正常的。因为这个运动会训练到咱真少去动到的筋肉，会用休困一天到两天，等袂阁酸痛的时阵，就用阁再运动啊哦。卫生福利部。国民健康署。
关心你。